续好几次上课都会跟大家报告一下啊，之前呢，这个上个礼拜是上完课第二天就去深圳了，连续三天做了三个演讲。那先是在元培学堂啊，讲了一个生活之美，美在哪里啊？那后来两天呢，在另外一个专门推广儿童启蒙的教育机构，讲了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启蒙的中西两路啊。这个中西两路啊，就是西方重在成才，我们中国传统重在成德啊，那也可以呢叫做才性的自我实现跟德性的自我实现。那么因为各有所偏，所以呢也会各有他的不满不圆满的一个可能会走差的歧途。那么像在西方这个才性啊的自我实现，刚要通过他身体的气质禀赋啊，他的基因才能啊，那么来这个实现他的自我。像你会运动啊，你会唱歌啊，你会画画啊等等啊，你会思考啊，那么这些部分呢要怎么样能够表现而被肯定，它很容易呢就通过一种比较，就是各种的比赛啊。那么在这个比赛当中，原来可以是只是一个游戏，那像奥林匹克原来的那个意思啊，并不是要争谁得到金牌，最早的时候呢只是要借这个机会表现那种啊这个和谐和优美。那这个和谐跟优美呢就才性表现出来的光辉，那么借这个被大家看见啊，欣赏，主要是欣赏它的美啊。那从这边得到了别人的这个欣赏啊，这个称赞，那么他也可以得到一种自我实现。但他的歧途呢，就是一不小心啊，就变成去争第一，而不是和谐跟优美。那这一争就走入歧途了，要打破各种记录啊。那么在这里呢，一方面你赢了别人就输了啊，一将功成万骨枯，你得意了别人伤心。那另外呢他也会啊这个忽视了人体原来的有限，不断要打破记录的结果呢，其实是这个没有尊重正视啊自己的身体啊，结果最后成为对自我身体的灼伤。所以呢几乎所有运动员都有运动伤害，乃至于后来会作弊啊，比如说吃那种这个增强体力爆发力的那些药啊，那这就是一个歧途。那么至于那个中国的德性的这个自我实现说的成德，那因为呢真正的成德一定是由成起，一定会延伸到成人，几立立人几大达人啊。那在这个要去进一步去立人达人的时候，就不能呢仅仅是反求诸己，我欲人是人是己那么简单啊。那么他就一定会连带的，他也要引进啊你的知识，你的才能，
啊，所以外王学啊，并不是什么物格而后知之，知之就议成，议成就新政，新政就圣修，圣修就家齐，家齐就国治，国治就天下平，没有那么简单。啊，我们对大学的句话只应该这样理解，就是有一点啊，根本的素质，那是你从啊诚意正心啊，格物致知诚，一直到家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不能没有的，这个叫一以贯之。那这点一以贯之，也可以说是心的明觉，也可以说是你的诚、真诚、忠信啊。这个是由内而外，那只是内生呢，重在这一个内在品质的修养。到外王还要加上很多的知识、能力、组织。啊，现实里头的推行，那如果没有忽略了这个，那于是呢，这个所谓的成德也会走歧途。那这个歧途呢，第一个就是你把良知无限上纲。啊，既然良知是真理，那我的心是良知，所以他的所行所言，通通都是对的。良知出来还有不对的吗？而忘记了，他一旦通到一个客观的一个途径啊，而做进一步的对这个社会、对别人啊，去做一种的这个这个艺人达人的努力的时候，他会阳入阴中，被阴所限，他会异化。啊，那人漠视了这个现实，结果呢，他把他自己的理想、他的爱、他的真诚无限上纲，啊，也许动机是好的，但结果可能会害人。啊，其实毛泽东、希特勒原来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啊，不然怎么能够召唤那么多人呢？所以走到后来就歪掉了，变成魔头。因此呢，真充分的这个内圣学啊，一定要连到啊外王学一起。也就是说，如果啊你不能善用知识，真正能够呢，这个事实上面你的爱让别人真正被爱到啊，所以呢，这个有动机端，那就是诚意正心；还有结果端呢、啊。是那个家真的齐了，那国真的治了，那个天真的平了才算数。所以好老师不是老师自己说了算，是学生说了算。好爸爸妈妈不是爸爸说说哇，这是你好，不是儿女说了算，他真的感受到才行。否则你变成片面，因此呢，道德反而构成了一种伤害。啊，那这个汉代啊，就是。一心一意要实现孔子的那种道德理想，那结果是清流跟浊流啊，这个互相啊斗争残杀，啊，那就是他把他的道德无限上纲，这是一种，啊，那第二种呢，就是为了要维持呢，重心不要放在真正是爱人、利人、达人。那什么叫爱人、利人、达人？最高标准叫做和吧。和谐就是太和啊啊！那为了维持这个和谐，结果他忘记了和谐是所有达至和谐的这个双方两端都依然啊是不失他的自由，并不是呢牺牲自己的自由啊去维系啊那个人国的。人我关系的和谐，啊，那个不是真的和谐，那是个和谐的假象，啊，所以另外一种呢，就是你没有知识能力，没有这个循序渐进，没有那种方法，没有步骤，一厢情愿的说去爱人，去达成人我一体，结果却是用压抑。甚至牺牲了自己，
来达成的。那这也是一个啊道德理想啊承德的歧途，因为没有真正忏悔，因为你带来是委屈啊，所以呢，这个承德的歧途，要么就要伤了别人，要么就要伤了自己啊。那这个都不是真的，所以呢，这两种啊，成才跟成德啊，要互相配合。那个才性的自我实现，内部也需要有那个德性的支持，才会想变质呢，斗争，也会变成为傲慢，那种才能天才，都看不起别人，一灯不照，所以这个也会后来，不是伤了别人，就伤了自己，你伤了别人，就是你赢了，别人输了。你就伤害他，你一得意他就受伤，所以呢考了第一名的人一定要谦虚，说承让承让，不是故作谦虚，是真的考了第一只是一个偶然的一个这个没想到的意外啊。因为你要考第一啊，除了你自己要用功读书，如果你真的那么想第一，你还要不断祈祷希望别人都考坏，你才能得第一啊！你不要因为你考了99分就很高兴，就后来一问才发现所有人都考100，只有你考99，你最后一名。为了那么在乎第一名，最后你就会祈祷别人都考坏，对不对？那个不是真正的成才，所以成才需要有成德啊来支撑，他才不会呢。走入歧途，变质扭曲，承德也同样需要了才来支援。没有这个才能、知识、方法、步骤，乃至于组织分工合作在一起奋斗，你那个充分的德也没有办法承担，是不是？那你要把你的爱呀、发出来，让别人。受到你的依备，那你的爱要通过什么管道？还是通过你的身体，也通过人的才所以有才的支援，德才能够成。有德的在那边的做一个默默的一个监控，才不会过度所以这两者呢，应该要起。但是过去中国文化呢？比较重心放在承德乃至于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不是？那西方呢，重点都放在成才，那个德的部分呢丢给上帝，而不是自己修所以呢，在今天中西文化要教会，而且要进一步去积极去寻求融合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的启蒙也需要两路并进那我们在深圳呢大概谈的主要就是这一点。这个来听的并不很多了并不多他这个主办人也有点浪漫，他因为他的客户本来很多嘛就两天都是同样的题目，他说听的会不一样，结果两天都只是来了20多个人而已就集中一次就行了不过那个主办人也是蛮朴实的我觉得蛮好。如果他原来都是做那种企业怎么管理经营的那些课后来越来越觉得大陆的那个孩子很糟糕这个一胎化，大家都太宠了。经济起飞以后呢，那么他们都不知人间疾苦，变成小皇帝，其实台湾也是这个，今天看到报纸说，据研究12年国教，本来是要减轻孩子的负担，12年国教推行以后我们的学生小学生、国中生
是更累的，更疲倦过劳啊，这不是刚好相反吗？啊，原来多元入学啊并没有减轻竞争，反而竞争更激烈啊，以前只要考一次试啊，现在还可以玩玩，到了什么国三啊，我们那个时代都是到了三年级下学期才开始准备升学，现在从一年级就开始了，而且升大学从国一就开始训练啊，这个还麻烦。对，所以呢我在深圳有一个谈到说，那好吧，你这样唱高调啊，这个现在竞争那么激烈，你怎么能让孩子输到起跑点上面呢？做退而求其次，好吧，不要成德成才一起，如果你真的是那么挂怀成才，在竞争中要能通过，要考上好的学校，那好吧，那我也不唱高调，我们也正视这个升学是一个激烈的竞争。那现在的课题嘛，就姑且磨到说，如何才能够真正训练出金牌选手？好吧，那既然如此，那才属于身体的，它有它的科学研究的规律跟原理。你不要这个自以为是的这个蛮干，那你就要通过科学的研究。你看所有的运动选手都是啊，比如说要训练一个这个四年以后在奥运某个项目啊拿金牌，那就要设定那个比赛的那个时间，一直推到现在还有多少时间，要拟定那个训练计划，而且那些训练计划都有科学研究的根据。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一开始一定不是马上就求胜，一开始一定要先做基础训练，比如说重力训练啊、爆发力啊、速度啊、耐力啊，然后呢渐渐才有技巧啊，然后渐渐才是有那种所谓的团队的合作，这个时候才会跟别人比赛，然后才会有战术、有战略啊，默契，一步一步来嘛啊。所以呢并不要啊一开始就把他的战力拉到最高，一定是定逐渐逐渐的，好，到了那个 D day 的时候呢，他的那种战力才拉到最高。所以啊，这个预定的比赛日期不能临时延后，临时延后，他没有办法维持到原来计划，到那个时候他拉到最高，你延后他就往下掉。所以所有的这些延后都要在一年以前，啊，通告，但是训练可以重新调整。好，那好，那新升学经验也是一样，你不能一开始就要求他拉到最高，也就是说不能要求他每次月考校考都第一名，这个是假的，基础不稳的。我们承认啊，像以前只考一次升学试的时候，那一次升学考试重要，但是之前几百次啊都不重要，那个是训练，那个是过程，只要他最后一次升学考好了就行了，对不对？那你要求他每一个月考，每次小考都要100分，把他拉到那么高，这个精神非常的这个紧绷，他能维持多久？所以谁能够维持到，我们还是说以前只考一次试的时代，谁能维持到大考升学考前一个月是正常的，维持到大考前一个礼拜它是正常的，
维持到大考前三天一天，那是正常的，那他的实力就能够发挥。但是啊，我以前在中山女中教过三年高三，我就看到啊，有人啊，就是联考前啊，一两个礼拜一个月，人变成呆掉了，情绪的压力最后崩断。有的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失控哭，哎，就会带动全班一起哭，那情绪感染，跟那个部队有闹铃一样。好，那你前面都考90几100，就是第一名、第二名有什么用呢？在最后考试的时候呢，是这样，啊，就是你太紧张，完全不能打。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也应该要基础训练。基础训练就是，不是每一科都那么重要。所以基础训练就基础学科，其实只有两科了，就是国文跟数学。只要这两科好，其他都容易这个转移过去。数学是科学之母嘛，理科的基础。数学好，你物理、化学什么、生物什么，自然都不会差的。那国文是所有人文学科之母，什么历史、地理、什么什么社会啊之类的。那只要你国文好，你的语文的理解能力、发表能力也好，你很容易读懂啊。其实只要这两个好就行了，别的都没有关系，对不对？意思以前那个西方那种传统的大学，只认文学院跟理学院是大学，啊，其他的工学院、医学院啊，都不符合大学的那种本质，那只是技术，对不对？这文理才是真正的大学。那结果我们现在呢，就是。一开始就，啊，好像很多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好吧，所有时间都要拿去念书，不要玩，所有玩都浪费时间。就是不了解啊，孩子的生命跟大人不一样，大人是工作告一段落才去轻松度假休闲玩，小孩刚好相反，小孩的生活很，他的重心就是玩，小孩是要玩够了才能。所以不能忽略孩子的玩，越年纪越小的越是这样。那最好你把所有的学习通通设计成游，成为游戏，那样最有效。我不能希望他不玩呢，啊，那都是揠苗助长，对不对？那更何况光是只是让他成为竞赛选手还是不行的，还是要有德性做根本。否则呢，他的天才优胜的才能的所在，也就是他的陷阱之所在，啊，那最后他怎么在那个地方受到挫折，对不对？那你只能够这个赢，那你总有一天，年纪，对不对？体力的衰退，那是有限的嘛，那时候。你怎么能够优雅的下台呢？对不对啊？这个还是需要有德才有才行啊。好，这个是我到深圳的演讲的内容，也跟各位呢分享一下啊。好，那我们现在呢回到我们的老子，今天应该讲第52章。这个52章呢，啊，还在说的道的。无为有它的大用，啊，就是你要真的能够无为了，才能够无不为啊。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要有德，才能够支持你的才能，啊，的发挥与成就。否则的话呢，你的才能最后会成为你的陷阱，啊，会害你的。好，他说。天下有始，
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得既知其子，复守其母，莫生不殆，视其盾，闭其门，终身不起，开其盾，济其室，终身不咎，见小越敏，守柔越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疑生样，是谓是为习常。那这边就说到啊，母跟子的关系，就是道与物的关系，其实也不妨就是说是德性跟才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心与身的关系。那这个关系，要怎么样拟定？那我们就说，你要先无为，才能够知源于的有为。而无不为，那怎么支援？怎么支援？用那个无为的方式来支援。什么叫无为？不妨这么说，就是我们的心呢，可以发出光，发出热，发出爱，但是心呢，永远都在自己身上，心是如如不动的。而不要因为发出光、发出热、发出爱，不知不觉就连心一起丢出去了，那就过分，那就是心的这个失落，也就是爱的病局异化。因为你心如果藏在这里，你只是发出光、发出热、发出爱的时候呢，你是可以维持你的自由、自主。也维持你不会呢患得患失，那你就能够呢很明智的、很恰当的啊，那与时俱进的去衡量呢你发出来的光去支援那个茶药，在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好，那如果你把心一起扔出去的时候呢？就开始会患得患失，就开始会强求，就开始那个财不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一个正常的表现，而是后来把它当工具去和别人争，那个时候就会有祸殃啊。所以要守住这个分际啊，我们用无为，这个无为的一个如实的理解，就是我只发出心的光热爱，而不把心付出去。啊，那光出去就出去了，它不会呢拖累到我们的心。啊，所以宋明如也常常啊勉励学生，要心要藏在腔子里，不要跑到外面去了。而外面去叫做放失其心啊，怎么放失呢？那就是因为你要这个阳入阴中，不知不觉要期待那个阴那个成才，那个才性的表现来支撑自我。原来自我完全不需要才性来支撑，这个德性就给自我肯定。我们需要用到才，是因为我们进一步要去利人达人，所以不要因为利人达人呢，一下子把重心误放在结果上面，啊，那结果是个自然的，因为求是有道，得是有命，啊，凡是外求的，包括爱人。利人达人的结果也是一个外在的，我们只能够呢管住我的动机纯正，顶多呢是尽可能的用这个有收获的豁然率最高的方式来
耕耘，而永远不能够把重心放在生活上啊，因为无论怎么样，这个都有所谓的意外，也就是时存是偶然啊，所以这是一个偶然，偶然符合这个常模，它偶然不符合啊，虽然符合常模的可偶然就比较高，但是事实不是理论，事实就是事实啊，他有收获了就是有收获，没收获就是没收获。这个昨天伦敦的一个住宅大楼发生大火，到现在不晓得死了多少人，因为那里头可能住了有500人。半夜1点钟，见已知呢，这个死了14个人，然后呢送医了有70多个人，那不到100个，那还有300-400个人呢失踪啊，那在这边失踪了啊，大概凶多吉少。据说1年前啊，他们在装修的时候，很多住户就反映，就那个防火的角度来看，有很多问题。啊，这个伦敦政府，没有把它当一回事。你不能说，如果当时候呢有当一回事，就不会发生。就霍兰月来讲，的确，那个发生的霍兰月会比较降低。啊，但是呢，也不能绝对保证就不会发生。啊，因为现在到底为了什么原因发生，也还不清楚。反正事实就是发生了就发生啊，那这是这个中国的生命哲学，尤其是道家老子特别强调，你要正视那个尽管化率很低很低，但是发生，如果发生了就是发生了，这个偶然要正视，这个偶然是不是啊？虽然在这边啊，我们呢无论如何，心都不要被那个拖累。我们不能够期望啊，我们心所关怀的这个外在的世界啊，能够有万全的保证，因为是根本没有的，根本没有。你一旦呢期望有万全的保证，你的心就被拖出去了，你就难免患得患失。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外王就扭曲了，啊，那就构成对别人或者对自己的压力，啊，就是因为那个德没有很纯净的保住，啊，那怎么样纯净的保住那个内在的德呢？就是对所有的结果，只是呢，啊，静候它的出现。出现不出现，完全不要有过度的期待强求啊，那这个就是很纯粹的道家的那个所谓的道啊，这个道跟德之所以尊贵，就是因为它这个无为啊，这个自然，对不对，就是我们上一章说的啊，莫知命而常自然，自然就是呢完全交给偶然本身，不要用我不知道自己其实有限的力量想要掌控这个其实本质是偶然的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百分之百掌控的这个客观的事实啊，我不要妄想。所以呢，在这边说天下有始，始就是这个道，就是对于生命实存的本质偶然，也就是我们的心态，根本心态
对于我们所作所为，我们顶多只能够呢，尽可能用最可能有好结果的方式来做，但是永远的没有预期，永远没有强求的这样一个心态，这个天下的事，那这个天下意思蕴含的就是天下之事，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人间中所有啊牵涉到的事物啊，都有天下之事能够呢成立的一个根源，一个根本的原理啊，这根本原理就是能使得这个天下之事啊能够成，而不会异化变质毁坏的，因为它始终基于善意，最后结果也是善的，而不会呢虽然基于善意，最后结果变成便是有害的。如何能够避免这个病之为有害的这个危机，就是我们需要呢把定我们的根本心态，这根本心态呢就是宇宙的普遍真理，就是道啊。那我的心态就是德啊，德之尊，道之贵啊，就是你要掌握这个自然，掌握这个本质的功能啊。天下你能够掌握这个道了，哎，你就可以为天下事之母，母就是它的根本原理啊。这个始端的这个道，它就延伸下来了，面对所有的天下之事，它就是一个成为天下之事能够成立而不会啊这个失败，不会扭曲异化的一个根本原理，这个叫母啊。好，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所以我们做事的这个步骤就是一定要先掌握住这样的一个根本原理，客观来讲是宇宙的原理叫道，主观来讲是我们认识的根本心态叫做无为啊。如果我们掌握这个了，记得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原理了，这个根本的心态了，那我们才能够去参与啊这个天下的种种事物，以知其子啊。我们一再的说了，在我们中国古代，知不是大脑认知的意思而已，当然也包含有更重要是它的参与啊。怎么参与？就是啊，创造性的参与啊。那么也就是去做主，做这些世事道德事物之主啊，主宰意、参与意、创造意、主宰意，最后笼统啊，总体来讲就是实践意啊。我们能够掌握，先修了这样一个根本的心态，掌握宇宙的它的原理了，这个叫自然啊，叫做偶然。那我们呢，才能够去参与啊种种的天下事。下面那句呢反过来说，既知其子，要复守其母。那这里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你去参与这个事物，这个事物呢一旦告一个段落，马上啊我们的心态呢就归零，回到纯粹的无为。当我们去知其子的过程中，是又无为又无不为的啊，心是无为，那我们的行动是有为。然后我们一旦告一段落了，马上这个行动的有为啊，这个完啊终止了，那于是还
我们的心又回到很单纯的无为。那什么叫告一段落呢？这个段落怎么切呢？其实无所谓，你可以大切，大段落，也可以小切啊，小段落啊。大段落就是你有工期，第一期也许是半年。那小段落就是每天下班就是一个小段落，所以一下班心态就归零，不要把公事人流的那些忧虑啊带回家，甚至更切得更细，每一餐它都是一个段落，做到后来就变成这是一种所谓的吊诡的相继曲折学，对吧？既有为，既无为，同时在有为，同时在无为，刹那刹那都归零。这个第一层含义。那第二层含义的，就是当你去知那个词的那个过程中，其实那个心被拖出去，多少不免。也许某个很轻的成分，那它还不会有明显的这个征兆。可是如果你没有注意，它日积月累，等到出现征兆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点麻烦了。所以呢，我每次呢，既知其子啊，告一段落的时候呢，都应该有一段时间回过头来检查一下你的心态，有没有不知不觉的这个跑出去了，异化了，习焉不察，虽然很微弱，也不是没有，因此呢，也都要做一个检查，那去这个验证，去维持你的心态的纯粹的这个质地因此我们才需要这个吾日三省吾身，也需要每个礼拜周休二日不但要你身体休息，同时要你心灵呢做一种这个检查，乃至于每年都应该有个大检查，是不是？那个易经的这个复卦就是说，这个先王以至日闭关啊，三五不行啊，这个就是给你大家反省的那这个才能够一日四期的早上这个一年自己在春天的一生，还有一生之计，不要说在于情了，一生之计就在于时时警觉，你的心还在不在，对不对？这个心头一点春嘛，那点春意不能够迷失所以这样的话呢，一来一往，一往一复一往就是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一复就是既知其子还要复守其母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莫生不殆，你才能够呢好好的过这一辈子都不会呢产生异化变质偏差走入歧途的危险才殆，就是危险危殆的。好，到这边算是一句。那下面呢，这个强调为什么你在知子之前要得其母，之后还要守其母他就是在一边就有一个警告，如果你一旦摄其如果你能够做到摄其对闭其门，对什么意思？这个我们中国的一字一音容易形成那个对称句，所以对称句常常
两个句子意思互相补足，或者说甚至是大同小异的，有某种重叠的。因此我们对相对位置的，比如说都是动词都是名词，那有一个字懂有一个字不懂，其实两个字也不妨连起来，它意思差不多。那么有我们的这个构词法，有单音词有复音词，最多的复音词呢就用两个意思大同小异的词连起来构成一个副词。那既然意思差不多，但不是完全一样，大致差不多，那如果有一个字懂，那个是不懂，那个不懂的字你就晓得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啊。那昨天因为跟那个巴拿马断交嘛，于是报上就出现这个名字啊，这个叫什么我们的国安局长啊，叫什么他姓什么？我下挂。刘昭雄。对。姓什么？吴昭雄。对，听说网络上蛮久，我问说这样怎么念？刚好昨天我家也有一个学生从马来西亚来的。这个来干嘛？就是他在那个高雄树德科技大学啊，修那个境外生，他在马来西亚招的境外生，一个研究所，什么研究所？性学研究所啊。他来口考他的论文啊。那临走前呢，还拜访我，就住在我家。聊天的时候，他就问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谢什么意思？怎么念？念谢？什么意思？那我们就看这个字经常跟哪个字连在一块成为一个词。当然，如果他们一个都想不出来，那就没辙了。能想出一个吗？这个谢常跟哪个字连在一块成为一个副词？就是跟这个。谢礼，所以这个谢什么意思？礼的意思。整理，怎么整理？把它有杂乱无章，理成呢有条理有秩序。好，那这个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人，就是专门负这个责任，最大规模的把它理成，有条有理，就是宰相、行政院长，那各部会有不同的这个职责，行政院长就要负责把他们全部统整起来，不能哪个部会呢，这个都是本位主义，各说各话，那就没有办法行政府整体的事，所以需要一个行政院长。如果是总统制，就是一个总统。对不对？不，现在我们台湾好像就变成总统制了，行政院长只是橡皮图章，行政局局长，所以那个谢什么意思呢？礼的意思，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说对于我们不太了解的字啊，我们用这个办法，看他经常跟哪个字。放在一块形成的一个副词，而这个副词呢，你这所有副词里头数量最多的叫做同义副词，就两个字的意思大体一样啊。好，在这边是其对必其门，哎，是跟必一样啊，必是啊，那因此呢，我们就知道对跟门也是一样。
说这个对什么意思？门，但跟门不是完全一样，它有它的共同的地方。共同的地方是什么？它是个出口。它既然是闭跟塞，一定是塞住它的漏洞跟出口。这个对是什么的出口？气的出口，啊，这个对啊，原来是这样写的，一个笑脸，啊，我们已经有对卦，啊，那这个对有两个意思啊，在易经的对卦，一个是说的意思，一个是月的意思，在以前这个根本就是同一个字，学习时期是不易于。这个字念成月月乎，啊，说也是一种心，你内在的一个这个意思要宣泄出来，对，言说的出口，就是这个嘴巴，那这个是什么情绪的出口，喜悦，啊，你的满满的这个欢喜的时候，你忍不住告诉人啊不说不快。一定要表现出来。那这个因此这个对呢，就是一个出口，跟门呢也是一个出口，是不是？那这个门跟这个对啊，当作指生命的一个出口。啊，那这个出口在这边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指的，我们的心应该藏在腔子里。我们呢发出来的只是光，只是热，只是爱，心永远在里边，心不离开他的老家，啊，所以这边的舍其对闭其门的意思是指，不要让心呢跑出去，啊，我们守住这个守，就守其母的意思，啊，如果我们好好守住我们的母了，这个母没有放失。没有跑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终身不勤。啊，这个终身不勤，勤就是努力，就是勉强。这样的话，我们终身都能过得自自在在、顺理成章。啊，没有显出那种呢，这个努力啊、勉励啊的那种啊那个样子。因为会显出来，表示你透支，表示你的生命呢逐渐在伤损中。那是被什么伤损？因何透支？就是被你啊，大可不必的忧啊、祸啊、惧啊，啊，有没有？那为什么这样患得患失？就是因为你的心有过多的挂虑，你不安。为什么不安？因为心不在呀，啊。如果心在，心就是安的。我发出一光、热、爱，那结果怎么样呢？那我们静观其变，让我们可以随时接收那些回馈的讯息，我们要做一些调整。那所有这些调整都是因为应该这么调整，而不是寄望说这样调整以后，啊，就会出现一个好结果。会不会出现好结果？是我这样调整里边，啊，理当会出现的。那出现了豁然率会因此增高，但是事实会不会出现，我们还是永远都说不知道。如果能够这样，这个知其，能够这个得其母或者是复守其母的话呢，我们的情绪始终都是安的，我们的心都是安的。他不会到了说，这个情就是已经出现危机的，怎么去挽回？啊，那这个巴拉马最后就是说，他蒙骗我们一直到最后一刻，其实这个是给自己下台阶的。你早知道他已经不稳，啊，那有没有去付出努力？当然有啊。这个蔡英文一上就任总统，
首先去出国去的就是巴拿马啊，怎么没有呢？只是没有想到是这一天，那是讯息的问题，甚至是这一天也未尝不见得不知道，我也不晓得了啊。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外交就是努力都要发挥。其实这个巴拿马啊，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啊，这个要拉住他不要跟中大陆建交，已经很多次了，啊，已经很多次，每次就是掏很多钱给巴拿马政府或者给巴拿马的总统个人，是不是？啊，就是只是延后，这样多累呀，是不是？那总统一天晚不回的吧？那你怎么样才能不是大陆这样的环境呢？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当然，我们也许把它用来这个解释这个外交，也许有一点点不是很恰当啊，因为那个毕竟比较复杂庞大。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为人，先说我们自己一个人吧。先不要说中华民国啊，现在我们一个人说，如果一开始我们就能够呢，啊，遵守前面所说的，要既知其母，既得其母，是不是？已知其子，啊，既知其子，还要复守其母。如果我们能够开头做人啊，我们先不要做国家，那个比较麻烦啊。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那就这个就能够终身不起呢，因为你始终都是啊这个设其对必其门嘛，心从来没有这样子出去过，从来就没有那种多余的忧患啊，那我们就能够很自然的很安的走完我们这辈子，对不对？反过来开其对记其事，那终身不救。这个开邪对说得清楚一点，就并不是打开心门，而是心跑出去了，也许只是发光，不需要打开门的啊，自然就有很多这个是对不对？有个窗子缝隙会，你要打开门就是心要跑出去了，主人跑出去了啊。那干嘛呢？记其事，为什么要支援那件事情？因为那件事情要失败了。其实我们真的性很安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强求，该失败就让它失败吧。尤其是男女恋爱，该分手就分手了，不要去挽回啊，求你不要走，那没用的。正因为呢，这个恋爱是在所有事物中更不能勉强，更要基于双方的自由意愿。那尤其不能够呢玩苦肉计，纵然可怜呢，让对方不忍心，那个不是真的啊。那下次又来一次，那这一套苦肉计并计效用急剧递减。几次以后就没效，所以呢，更加不要强求。你越挽留他，性格越烦，越看你不起。啊，如果你真的很尊重他，他反而觉得，哎，这个我要离开你，是不是一个真正正确的抉择？你越挽留，他越觉得。早该跟你分手啊！如果你真的那么尊重他，反而会让他真正面对自己的心啊，去检讨他的选择是不是真正是符合他的啊自由意愿啊。好，所以如果我们开启对于记其事，用心去挽救，已经来不及。桥归桥，路归路，属于行动的部分交给我们的身体啊，也就是啊，如果总统啊
巨细靡遗，无意不语。救灾也要在第一线，啊，所有部会的事情都要总统拍板，那有几个总统才够啊？总统要三头六臂啊，那还需要一个行政院吗？全部总统一人干就好了，这是不对的。你是最高做决策的，行动应该分明，对不对？啊，由你的这个身体、你的四肢去做，不是亲自去做啊。所以孟子牛就说到这个许行啊，就觉得说天子也应该躬耕啊。孟子就说，天子要做那么多事情，还有什么？有什么？空余的时间要自己还要煮饭啊，自己做饭自己扫地呢，对，这个是啊，不见大体啊。当然他会这样想也有他的原因啊，就是天子领袖啊，虽然不必每天煮饭，但你也总该煮过饭，也就是说你才了解人民的民生疾苦，否则你就会跟他说何不食肉糜啊！你要这种同理心，但你需要这种经验，但并不是你每天的饭要得要自己做，才算是为民表率啊！不是这么说的，对不对？好，如果你呢，到了后来用你的心呢、啊，去当做火队，那你能撑多久？就终身不救，这个已经异化变质，走入歧途了，积重难返，你是最后没有办法啊。所以孔子说：“四十五十而无为，就不足畏也已了。”好，这是第二句，就强调前面这个，作为一种强化的警告。好，最后是一个结论，所以叫“见小曰敏，守柔曰强”，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根源性的智慧，才是一种本质上面的坚强，不是一种行动上的坚强。那这个解释呀，为什么要见小守柔？因为用其光，复归其明嘛。这个光就是子啊，用其光，就我们一开始就说，就呼应这一句。心我们会发出光，发出热，我们要用这个光，但是呢，也要守住它的光源。那个光源叫明，知人越智，自知越明嘛啊，这样才能够无疑生量，不会给自己啊，给自我，甚至自我，不会给自我带来祸殃。这个叫习常啊。这个习者行也，也就是守啊、德啊，这是一个动词。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我们真正好好守住我们人生的常道。好，我们休息一会再讲下面那一章。